好，望住今日报纸报道，金堂会找换店，事前成交咗2300万，未注册嘅，事前嘅啫。好，望住呢间系地厂定地铺，我都搞唔清楚。总之做找换店，框住个位置2300万。今日报纸报道嘅图迹 P 住个位 ，zoom in 少少俾你睇，同埋个位置图。香港玩完，人气我取，商报基金今个礼拜三四集资，有兴趣嚟听听。呢度系呢个叫做红桃道。呢、这个叫做鸿泰工业大厦，嗰边咧就讲紧系考明街，向翻呢个嘅牛头角方向，再转个圈，呢边咧就讲紧系联业街、观塘嘅方向。今次讲紧系呢个鸿泰工业大厦，应承大先。工业大厦嘅地下，我唔敢肯定呢个系咩嘢，可能系地厂，可能系地铺，冇咗地价啦，意思系。咁但系如果佢做咧找换店咧，应该就有个容忍费，佢系补咗未啊？地價一日未補啊，一日每個季度啊，每半年咁俾緊啦，我唔肯定。但係已經收到風，就係市傳成交咗2300万。今日經濟日報都有報道噶啦，琴日市傳出嚟，我未證實到，但係今日經濟日報寫咗出嚟咁，我咪落嚟睇睇。換寬大概10尺到咯，深大概60尺到，大立件實用面積大概600尺咧，建築面積報紙寫咧1157尺。今日圖積啊，所有資料你見到啦，市傳成交咗2300万，租金60000蚊，回報3.13厘。原本業主2013年嘅時候1600万入嚟，2013年8月份嗰陣時候鋪子好癲嘅，今時今日叫有賺，算係咁啦。10年後2300万，咁啊，如果2013年你抌咗落銅鑼灣嘅話，而家可能剩翻一半都冇。過翻嚟再望望附近環境，側邊呢度咧就係五金鋪啊、電器鋪啊，呢啲通常啲工廠區好多都係地廠，都唔係鋪嚟嘅，咁所以就用緊費俾咗未啊？係賣斷咗啊？每個月俾緊呢個佣金費，因為冇咗地價，我搞唔清楚啦。好啦，感覺啦，2300万唔敢亂俾分啦，因為我都唔清楚個背景。循例落嚟睇睇，還掂咪自己睇開嘅時候，所有鋪成交都嚟睇睇吧。咁我又獨食啦，你知道啦。今日嘅賣報租報繼續揾我，盛匯商報基金創辦人李根廷，投資商報基金都可以揾我，多謝。盛匯商報基金九月份嘅集資即將開始，如果大家對基金有興趣或者有其他問題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哋咁多位前排同事。香港玩完，見到周街都係人，有人嘅地方就有商機啦。拜拜，拜拜。好，望住呢間係地廠定地鋪，我都搞唔清楚。總之做找換店，框住個位置2300万。今日報紙報道嘅圖跡 P 住個位 ，zoom in 少少俾你睇，同埋個位置圖。香港玩完，人氣我取，商報基金今個禮拜三四集資，有興趣嚟聽聽。